国内食素的人口大大增加，这端午节除了有百粽的选择以外，素粽嘛渐渐拍开市场。陕西阿叔煮素粽原本只是包给厝内面人吃，因为真材实料，加上多方的烹调加五香粉，搁再搭配自备 Q 弹的口感，受到消费者喜爱。在厝内面人的鼓励之下，决定创业卖素粽。端午节大家都会吃肉粽，但是陕西阿叔煮的素粽是在地亲朋好友才有机会品尝的好滋味。香菇、火腿、素火腿、栗子、雪莲子、这个笋子，还有豆皮丝，还有那个菜包。素粽内底包蛋子、雪莲子、香菇、素火腿，以及用笋仔擦素豆皮等馅料，搭配阿祖子自行研发的独门烹调，以及五香粉，加上 Q 弹的滋味口感，大家拢讲食了这味就调理了。我自己去研发的啊，那个香料什么我自己配的啊，重要的一些五香啊什么那种我是自己用的、啊。比较健康，外面东西我比较不喜欢给他们外面吃，都自己用。像外面的东西我都家里都自己煮啊。叶春就表示，其实一开始只是想讲，带囡仔时阵会当加学一点仔手艺，家己包好厝内面人吃，较健康嘛，较安心。二十几年的经验不断的调整，才找到上完美的口味以及比例。这几年伫咧厝内面人的鼓励之下，决定接单创业，加搁较侪人来分享好滋味。大众新闻叶芳如陕西采访报道。